小姐，公子，我们为躲避孙哲耳目绕路而行，这要多久才能到啊？据我推算，应该明日就可以到达随州府城。我们这一路颠簸，就只为了给吴家父子立衣冠冢，也真难为你这么有情有义。他们父子二人虽隐瞒于夜郎国地下，但至少要他们魂归故里立个衣冠冢，也好留个念想。公子，这随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？高山绿水，峡谷瀑布，美景数不胜数。只不过我还听说这一路上山匪路霸也很多。俗话说得好，龙舟好坐，随州难过呀。啊，连皇上的龙舟都过不了随州，这地方得有多乱呢？在京城的时候，我就听说随州城已经有好几任知府被杀了。商队怎么可能个个会武功？哎，有一个不会武功的。现在是要杀人。不识好人心，我们是来帮忙的。干什么的？
小姐，他们什么人啊？看兵器，他用的是七星宝刀，而逃走的那个人用的是招魂幡。这二人应该是前川双煞的兄弟。想不到他们做了山匪。走，你撑住，我来帮你疗伤。刀上有毒啊！威远镖局，敢问两位英雄尊姓大名？在下燕独秀。在下柳随风。江湖换了名讳，即是朋友。威远镖局纵横江湖近百年，从未失过手，招牌不能砸在我手里。镖主的意思是想让我们替你送这趟镖。烦请二位保护这位彭公子去随州府城，倘若我有人可用，绝不敢烦劳二位。威远镖局一诺千金，生死不移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帮你送这趟镖。师父，师父，随州数年来匪患猖獗，知府命案连发，此次赴任皇上曾嘱我小心，所以我才请了威远镖局护驾，只可惜害了侯镖头师徒。侯镖头愿意这么做，说明他是心存大义，他也知道你不是那种胆小怕事的贪官污吏。人生处事当匡济兼威，以土报复，见善明则众名节如泰山，用心刚则轻生死如鸿毛。玉，听了你这番话，也不枉我们二人打算护你周全走这一遭。彭某多谢二位英雄。哎，先说好啊，我们只护你到随州府城。那是自然，到了府城便有府兵护佑，还有指挥使的军队，就不劳烦二位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扮作师爷，他扮作书童。哼，算你占了我个大便宜，快点把你的包袱给我，被他给抢了。公子，这城门居然无人查岗，随意进出，怪不得这么乱。这里街道繁华，却人烟稀少，是有些蹊跷。吁，彭大人，我们到了。把我的官文和官印拿来。官印丢了。啊！你看，只剩官文了。幸好吏部官文还在。不行，按照利率，官文和官印必须两者合并才行。只有官文不能证明你的身份。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九死一生都到了，总不应该再回京城补一趟吧？叶子，你想想有没有什么可疑的？过牌楼的时候，一定是他。都怪你，跟我说话分了我的神。明明是你在数落我。你想想他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？他这里刀疤还特别明显。走。爷爷干嘛去啊？他找官印去。走。大爷。大爷，找到了吗？回大人，人没找到。奇怪，再慢这会儿也应该到了吧。大人，
您说这彭展，该不会已经进城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？卑职也只是猜测。那彭展会不会故意不露行踪，微服私访，了解民情？小姐，守株待兔可行吗？小偷都是分批分片，不能跨界。你仔细盯好了，小心他换了衣服。看着，我们俩进去。走。站住！我们现在不待客了。啊，我们找人。找什么人呢？站住！你们干什么？站住！我们只是来找人的。不用问了，我们不是来找事儿的，我们只是来找人的。要住手！道上的朋友给面子，叫我一声刀爷。两位怎么称呼啊？在下燕独秀。在下彭展。听口音，外地人。刀爷，这个官印是我们的。我可刚刚从官府听说，新知府遭人劫杀。不不不，我是真的，我有吏部官文为证。刀爷，在界碑遭遇劫杀，确有其事，只不过是我救了他。何人所劫？自称是随风寨的人。好，我信你们。东西归还。记住，我们今天没见过面。多谢。随州好过，龙州难行。各位，好自为之。来者何人？新任知府驾到。这位是新任知府彭展，彭大人，何人敢拦？哦，新任知府彭展，彭大人。请问大人官阶是什么？这位，随州指挥使刘峰，刘大人。啊，原来是指挥使刘大人。遇见您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彭大人，我们还是按照利率行事吧。啊。大人，吏部的文书和官印都在此，您还有什么疑虑？莫非是怀疑这文书是假的？哎。误会，误会了。现在时有随风寨土匪行骗滋事，我不得不防啊。大人说的极是，这一路我们艰险异常，我们一行人等遇上了匪徒，只剩下我们三人。嗯，那你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呀？承蒙皇上护佑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皇上洪福七天，彭大人受皇上恩典，来至随州。果然是吉人天相，刘某早已在艳阳楼摆下宴席，为彭大人洗尘压惊。岂敢岂敢，多谢刘大人。只不过本官刚到随州，风尘仆仆。好，那就明日。
卑职不知大人近日到此，暂且准备了几间厢房以供休息，安排不够妥当，望大人见谅。啊，没事，今天先这样，明日再议。啊，下官告辞。燕燕，刘爷，在下能安全到任，全仰仗二位。大恩不言谢，他日要有报恩的机会，彭某绝不推辞。先别急着告别，今天天色已晚，不如留我们住一晚。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在想，今天山路上一些戴着面具的杀手，还有刀爷的话。刚刚刘大人的百般为难，看来今天晚上恐怕会不太平。你的意思是？你抓刺客，保护大人。大人，大人快醒醒，刘大人来看你了。来，赶紧出来吧。这发生何事了？下官来晚了，大人安然无恙吧？又是随风斩，把尸体都抬出去，好好侦查线索。是。随风斩，我又遭遇行刺了。你们几个留下，驻守在府衙周围，连一只苍蝇也别给我放进来。大人，凶手没有成功，今晚就不会来第二次，不用劳师动众。既然如此，大人早点休息。走。爷爷，看来我们得多留几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爷爷，柳爷，安全起见，还是多留些日子吧。别动手动脚，瞧你这点出息。我们留下也行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所有行事都要听我的安排。
庞大人，昨天遇刺，幸亏皇恩浩荡，福泽大人，大人安然无恙，在下疏于保护，先自罚一杯。啊，刘大人客气。这随风寨实在太可恶了，前三任知府全命丧他的手中。哎，大人，您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第一把火就搅了随风寨那帮恶匪，岂不是安抚民心，也是报效皇上的极好机会呀。安抚民心，报效圣恩，自然是应该的。只不过剿匪之事还需要从长计议，三任知府接连遇害，府衙积案如山，本官得及时处理，这才是安抚民心最快最有效的方法。彭大人，您这两位随从可不是一般人，昨夜大人遇到危险，若不是有赤胆忠心和非凡的武功，岂能从容应付啊。啊，燕师爷和小柳书童都是自幼伴我从府中长大，自然是忠心。家父也曾请过江湖上的高手指点过一二。敢问二位拜的是哪门哪派的高手啊？回大人，那些师父都受过我们老爷的恩惠，所以才传授我们武艺。只不过我们并未拜师入门，所以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。哦，啊，来，刘大人。本官也敬您一杯。啊，好，来。快点儿，就等你们呢。来来来，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啊！哎，都往里边放啊！啊，大人，刘大人，这是……啊，大人已来两日，府衙里衣食起居都不妥帖，我特意给大人送来一批生活必备品，还请大人笑纳。啊，如此，多谢刘大人。这些丫鬟、婆子和家丁，也都供大人差遣，伺候大人左右。尤其是这位厨子啊，大人极善正宗淮扬菜。大人是扬州人，能吃到家乡菜，聊以慰藉思乡之苦啊。下官实在承受不起。这都是在下应该做的。大人，多谢您的厚爱，只是我家公子他有病，所以恐难领你的情了。什么病啊？是洁癖病，府里不能有生人，见了就不舒服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寝，平时吃的东西呢就那两三样，也是自己做的，所以您看他如此瘦弱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家老爷自知公子有这毛病，所以不日会派人从扬州过来进行打点。嗯，当下官的唐突了。不过另有一件事情，请大人务必领情。自从那日大人遭到行刺，下官就夜不成寐，下官还要常常到地方县镇巡查边防，不能时刻保卫大人身边，所以特从我麾下调来一批得力的干将来保护大人，以后出入就跟随大人身边，确保大人出行安全。大人，我家老爷也会派家丁护院前来的。哎，这不还没来吗？先用我的人。怎么，莫非大人对下官亲手挑的人感觉不放心？啊，不是的，大人，既然是您的麾下，行军打仗自然不在话下。不过随风寨的人都是江湖草莽，暗使一些阴招暗器，我怕到时候会伤了兄弟，那岂不是可惜了？燕大人是看不起我们当兵的。哦，不敢不敢。我们当兵的久经沙场，什么阴招损招没见过，燕师爷要怀疑，不妨和他们比试比试。哎，不用比了，不用比了。这么说大人是接收他们了？大人，在下就是些花拳绣腿，那我们点到为止。嗯，好，来。
得罪了。燕师爷拳脚果然厉害，但不晓得兵器耍得如何。大人，小的追随少爷出来走得急，并未带趁手的兵器。兵器嘛，看燕师爷身材纤细，不适合重兵器。来人，拿我的有帆剑来。燕师爷，那在下就当献丑了，给两位大人耍个宝。嗯，好，来。得罪了。燕师爷的功夫果然了得呀。献丑了。彭大人的人身安全我就彻底放心了，那在下就先行告辞了。我送刘大人。来，这边请。彭大人，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您这位师爷和书童怎么像大姑娘啊？说的是啊，长辈们说这叫男生女相，是福相，所以才让他俩伴我左右。哦，对对对，福相福相。来，这边请。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师爷，咱们哪来的家丁厨子和侍卫啊？我们公子说有就是有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只是想，万一要是找不到人，刘峰不是还会派人来吗？大人放心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师爷，不要侍卫我是理解的，可是为啥不要厨子呢？留下做做饭也好啊。大人不要忘了，当初你可答应过我，什么都听我的。好了，大人，我们说点正事儿吧。你跟刘大人说要查缉案，为什么？随州民情凋敝，民生困苦，我想从这些缉案中总应该可以找出原因。那你想怎么查？怎么查？有案就查喽。你还真单纯啊。嗯，刀爷，这些人不能用随州人，要从外府调。我凭什么帮你？府衙里有日常消费的费用，价钱刀爷定，我信得过您的公道。我问的不是钱，我是说我凭什么帮你。就凭那日刀爷将官印还给彭大人，让他顺利上任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信得过您的公正。五日内帮你把人找齐。多谢。刀爷，恕我冒昧，还想再问一句，你对随风寨那些匪徒有什么看法？随风寨，你知道的是什么？我听到的也不过就是一些传说罢了。你刚才都说了是传说，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哪吒闹海是传说，八仙过海也是传说，可是谁见过哪吒，谁又见过八仙呢？告辞。哎，是你说要查缉案的，别偷懒，快点看。我真的看得困死了，街坊吵架，吃霸王餐，不孝顺父母，打老婆，你说同知怎么给我搬回来一堆鸡毛蒜皮的小案子回来啊？大人，你所说的小事在百姓看来都是大事，
当父母官替百姓排忧解难，不分大小。可是师爷，这些都不着急。你说我这新官上任，是不是应该办一件大案子，立立官威？我就知道你，就想摆个官威出个风头，根本不管百姓疾苦。你这话也不能这么说。他要前三任知府被暗杀的案卷，正是。是那彭展让卑职来取的。那就让他们查。如何？就笔录而言，没什么不合情理之处。不要着急，草蛇灰线，绵延千里。刘大人，在下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大人指教。大人请讲。这随风寨平俗作案，为何总戴着傩面具？傩面具不是缅人的传统服饰吗？唐大人，是这样，咱们随州地处缅国边界，住在边境周围的缅人和我大明境内的边民，因千百年来的风俗相近，都有祭祀五岳、佩戴傩面具的习惯。这个金明义就是随风寨的头，他祖上还通婚，混了缅人的血统，所以他的人出来犯案都会戴傩面具。刘大人对这季明义倒是有几分了解。我刘峰是皇家俸禄，理应为皇上分忧，可有眼无珠啊，不趁其职，愧对皇恩。刘大人，听您这意思，似乎跟着季明义。大人，你的人啊，他们都是我最推心置腹的人。刘大人，但说无妨。彭大人英明，下官也瞒不住了。那匪首季明义原是我麾下的快奴宫总领，我多方栽培，可他恩将仇报，犯了军规，被我重责之后更起杀心，自杀未遂，又带领部下反叛出营，占据随风山，大家皆赦，无恶不作呀。拿酒。刘大人保重身体。彭大人，我好久没有醉过了，这件事压着我，一直喘不过气来。今天我跟您说了，我轻松多了。我今天一定要一醉方休。来，殿下二拿酒来。前春双煞。拿下！老实点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是。是。来人呢？可恨的随风寨匪徒！慢点啊！叶子，去拿个盆吧。瞧你这点出息，见点血就抖成这样。都喷出来了，哪是一点啊？如果按照刘峰所说，随风寨就是快弩营的班底的话，那支箭头上有军营标记，就不能这么快下判断了。大人，快来吃点东西吧，你一天都没吃了。不急不急，师爷，你过来看，我对照这两本卷宗，你看，这一份卷宗是第二任知府被烧死的卷宗，还有这一份，是这位知府死后刘峰遭到行刺的卷宗，刘峰的嫌疑是不是可以解除了？你的意思是说，刘峰他是无辜的？哎呀，我们的勘察又陷入死地了。不一定哦，我们还有一个线索。对了，我们还有这个线索。那师爷，你打算如何？现在随州城内，我们只有一个朋友。啊，刀爷。燕师爷，对了，刚才那两辆独轮车为什么没有盘查？二位大人遭到行刺才几日，不是说过了吗？进出城的人员和车辆要严加盘查。那些车马是为刘大人办事的，有批文吗？没有。站住！哎，干什么？风寨，又是随风寨。大人，事有蹊跷啊！你想，这城里怎么会有随风寨的人呢？你给我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劫走的人犯？是，起来，走。
大人，这随风债必须要缴啊。那还用说吗？卑职的意思是说，用不着咱们自己缴。多谢这位医师出手相救。客气。沙包，下去吧。哎，走。燕师爷，这么巧，这大半夜的，怎么也会在大街上？我刚好替彭大人去指挥使署取安宗，未曾想出去不远就看到您的人。您手下那位兄弟脸上的疤很明显，我认出了是刀爷的人，所以就出手相助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刀爷，绑架那位兄弟的那几个人当中有几个我认识，好像是刘峰刘大人的属下。哦，哈哈，你也知道我的这些手下都是偷鸡摸狗之辈，新招来个兄弟不懂规矩，正好被刘大人拿个正着，我正好送去法办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导演，既然我今天来了，我想顺便再跟您请教些事儿。难道是我送到府上的几个人不够周到吗？啊，不是，是别的事。导演，之前那三位知府之死的内情你是否知道？哦，我来随州时间尚短。何时来的？不到两年。两年，两年，刀爷就已经做成了随州的地下霸主，刀爷真是高人呐。哪里哪里，这都是江湖朋友给面子而已。难道没有刘峰刘大人的背后支持？刘大人，我们未曾谋面。想来刀爷应该是在第二任知府遇害之后来的，所以不知道内情也是情有可原的。据听说第二任知府是被一场大火烧死的，那大火烧了一天一夜，其余的事儿嘛我就不太清楚了。我看过卷宗，卷宗上面写在大火中还有知府的其他随从无一生还。哦，导演，您脸上的伤是从何而来？已经十多年了。过去在老家的东家后厨打杂，后院起了火，这才遭了殃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导演，我看这天色不早了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请。公子，怎么，大人一夜没睡吗？嗯，不吃不喝不睡，还连累我，连半步也不能离开。哎，师爷，你回来了。大人，查案固然重要，但是也要注意休息啊。哎，师爷，我终于发现线索了。哎，三桩案件，巧合太多。哎，你看啊，第一，三任知府都是被随风寨的人所杀，但是杀人动机不明确。第二，三任知府被杀时刘峰都刚好不在现场，虽然之后刘峰也确实遭到过刑刺，可是距离案发已经有好几个月了。第三，派遣保护知府的人都是刘峰的人，那就是说这些人都在案发现场，可是为什么现场只死了知府一个人，却没有这些人的死伤记录？大人，您做得很好，不过您先睡会儿吧，磨刀不误砍柴工嘛。公子，他琢磨这一天一夜，发现这么点巧合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。大人初入官场，不谙世事，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值得鼓励的。嗯，也是。想想第一次见他那蠢样啊，现在这种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所以以后你不许拆他的台。既然现在刘峰的嫌疑最大，
而且离真相之间就差一层窗户纸了。看来，我是该去捅一捅了。还没找到。随州城就这么大，这人能藏到哪儿呢？回大人，卑职已经翻遍全城的客栈、酒楼、赌场，就连百姓家都已经查过了。让那个什么师爷也去查，我就不信他们能出得了这城。要在城里困，也得把他们给困死。卑职明白。啊，还有那帮救人的也不能忽视，敢坏我的生意，死都是轻的。就该把证据拿回来，看到刘峰怎么抵赖。现在还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。大人果真大有长进啊。想不到这刘峰竟然私买国家矿产与缅人交易，此种行径等同叛国。他每年能收500两白银的贿赂，那他每年送出去的铜矿够铸造多少钱币啊？看来随风寨他是因为挡了别人的财路，才会被铲除殆尽的。可惜我们现在还找不到有力的证据。不要着急，我们再仔细看看卷宗，一定会有线索的。能有什么线索？赶紧。大人，你看，欲解知府之死，须上随风山。哎，师爷，你是如何圈出这几个字的？庚寅年乙卯月乙卯日乙酉时，按照天干地支表对照数字，就可以圈出这几个字。写这三份卷宗的人真是用心良苦啊。哎，师爷，莫非是你是说刘峰和孙哲有关联？我看到了书信，刘峰之前一直在试探我们，有了试探必然会调查，而他的调查应该是我赶走他送的家丁仆人之后。按时间推算，往返京城他们也该快回来了。小姐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彭展是皇上钦点的知府，刘峰不敢拿他怎么样吧？可是三任知府都是在任时死的。可是我们的命也是命啊。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
是把随州这只大老虎打掉，这样我们才能安然脱身。可是，过来。同志竟然跟刀爷，小姐，你是怎么猜到的？那封信还有那把刀。你是说？嘘。哎，装好了，走吧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信是刀爷写的，而飞镖是同知扔到书房的。怪不得我们都没有发觉有人进院了，原来就是院子里的人。他们应该是要把人送到随风山，我要跟去会会那个叫纪明义的匪首。我也去。你先回去。不行，你留着保护大人。你记着，我在傍晚关城门之前会回来。在此之前，如果刘峰来找大人，不管他提什么要求，都让大人答应。知道了。走吧。小姐，小心啊！哎，俊爷辛苦，这是我们刀爷的货。哎，钱不多，哥几个晚上就喝点酒。这几天呢，查一个嫌犯查的比较严。你也别为难我，多少让我做做样子，啊？哎，哎，兄弟，没必要了吧？走开！喂，哟，燕师爷，这些东西。是大人托他们送去扬州给老爷尝尝的。啊，原来是彭大人的东西。这几位小哥也不早说，行吧？嗯，走。燕兄弟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他日有用得着的地方，我沙猫一定赴汤蹈火。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那我就不远送了，我还要赶回城里，就此别过。告辞。啊，对了，兄弟不跟我一块回城吗？啊，我们再陪沙猫兄弟叙叙旧。燕兄弟，您先回。告辞。告辞。走，兄弟们，走。燕师爷，你怎么跟踪我们？哼！哎，大当家，这位燕师爷三番两次救过我的命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季大当家的，这位燕师爷也是我们刀爷的朋友。你们刀爷的朋友啊，未必就是我随风寨的朋友。你们要是跟官家人沆瀣一气，莫怪我翻脸无情，立马送你们下山。这，季大当家的，我是有些事要上来请教。所以才出此下策，跟这些兄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还请季大当家的履行对刀爷的约定，让他们继续在山上逗留几日，因为他们救的也是山寨的兄弟沙猫，要不然的话刘峰也不会捉拿他们。嗯，你倒是很聪明。我不聪明，聪明的是刘同知。
四哥终于等来了一个明白人。就算刀爷跟四哥都信，我也不信。信任，这东西最不堪一击。我留你一命，别说见过我。宋克，请。银链，你是？正是在下，司马飞燕。司马飞燕，久闻大名，常年相见，不想今日竟从天而降。季将军威名远播，我曾暗访随州百姓，他们告知，在季将军掌管快弩营时，军纪严明，有口皆碑。那是当年。现如今随州老百姓早已把我看成偷抢拐骗、人人喊打的恶匪了吧？还请季将军为我解惑。刘大人，你我本属同僚，有什么话不能后堂商议，非得击鼓鸣冤上公堂来说？彭大人，下官是替百姓敲的鸣冤鼓。随风寨制造寇患，匪患多年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如今好不容易盼来了大人，如众星望月，可大人为什么不为百姓着想，速速剿匪，还随州一个清朗世界呢？若大人再不去剿匪，我这个指挥使也不当了，就此遣散队伍，赴京回京请罪。好吧。大人是同意剿匪了？哎，我不是。传令下去，张贴告示，告知全城百姓获知，就说彭大人亲自督阵，明日必将拿下随风寨。是。明日。大人大勇大谋，是百姓之福，社稷之幸。哎，你。季大将军，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，你在此等信吧。嗯。以此为信物，随风寨兄弟听司马女侠号令。这是我当捕快时的腰牌，本想留作纪念，现在交给你做个信物，如果有什么要紧的事，就找人拿着它去知府县衙找一个姓柳的书童。时辰不早了，司马女侠骑我的千里宝驹，速速回城吧。告辞。嗯。刘大人，慢走。哎，今天升堂这么正式的场合，我怎么没见燕师爷呢？啊，他在内院。哦，刚好，我有事要找燕师爷。哎，刘大人，其实燕师爷身体抱恙，在内院休息。身体抱恙，严不严重？不严重，不严重，只是偶感风寒。偶感风寒。近来的天气非常的潮热，怎么会染上风寒呢？我们大人说错了，不是风寒，是风热。啊，风热，对对对对，风热。哦，风热比风寒来得难遇，不要紧，下官正好会瞧病，速速带我去看看燕师爷。哎，救命！哎，刘大人，这大人真不用了，他就是小病，清醒着呢。清醒好啊，我正好有事要问。哎，刘大人，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师爷，哪能让您亲自去问啊？晚上我让他去指挥使署拜访。嗯。哎，这。哎呦，慢着！哎，我怎么事？够急的。刘大人，真不用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你真不能进去啊！我们家师爷正在休息呢。大
大人，你真不能进去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会传染。来人，看住大人和书童，他们身娇体弱，怕被传染。哎哎，不要逼我出手！刘大人，怎么？我只是为燕师爷瞧瞧病，你们这么大反应干什么？这染上了风热，应该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啊！你看你流了这么多虚汗。师爷，你看，刘大人特意来看望你了。多谢刘大人关怀。彭大人不是说你住这个房间吗？我忘记了。大人，自从上次府上进了刺客之后，大姐经常变换房间，为了混淆耳目。师爷，刘大人有要事要问。不知大人所为何事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我只是想问你，辅佐彭大人御茶几案，可有疑虑？如有疑虑，可以随时到我府上来问，同知和副官都会积极配合的。好。师爷，你先休息，我送刘大人。今夜你给我盯住府衙，有任何动静，立刻向我汇报。是，大人。师爷，是你让我什么都答应的。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我已经答应他们要上山剿匪。这摆明就是个坑嘛！公子，我作证，这次吧，真不能怪他。你不在，我也拦不住刘峰坑的。大人，你答应的好。师爷被我气傻了。明日就是与刘峰对决的日子。大人，你说刘峰为什么非要你领军上山剿匪呢？哎呀，他自然是想让我有去无回呀！我怎么可能打得过随风寨的人？我死在随风寨还比较容易。对，他就是想借刀杀人。随风寨的人未必想杀你，可是他却有可能在你背后捅你几刀。哎呀，你别怕呀，随风寨跟我们不是敌人，是朋友，明日我们会护你周全。只是现在最要紧的是，他们不知道我们明日会回山上，得需要有人去通知他们。我去。好，你把这个交给季大当家的，他会相信你。嗯。果然派人盯着我们，声东击西。嗯。人已经都抓回来了。好，关进大牢，大刑伺候。
是。我家小姐说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，季将军只要依计而行即可。但此举甚为凶险，还望季将军三思啊。哼，野土匪早就等腻了，换个英雄当当。大人，大人，请。刘峰，刘大人，我说你在随州两年，怎么都对我避而不见呢？原来一见就露馅了吧？大人放心，这个仇我今生报不了，来世我也一定要报。别较劲了，我现在就把你挫骨扬灰，哼，让你永世不能投胎。大人，京城来信了，孙知大人的。这真是意外之喜啊，孙公公要的人落在我的手里，这简直是老天对我的眷顾，让我早点离开这鬼地方，回京城享福去啊。啊，在下恭喜大人。师爷，你也一夜未眠。过了今日，这随州城内就不会再有迷雾了。大人，不要忘了那日你跟我说过的话。人生处世，当旷济兼危，以土报复，见善明，则重名节如泰山；用心刚，则轻生死如鸿毛。望大人都不负那日所言。你是在跟我告别？抓了刘峰之后，我们就要告辞了。不多留几日。江湖上停停走走，都是常态。大人，您找卑职。你跟住那个姓燕的师爷，他要是被擒，不要救他，立刻带着人马返回来。他要是逃跑，就把他给我杀了。是。那怎么处理那个彭知府？他交给我处理。是。等等，彭大人，下官昨天想了一夜，还是不妥。大人千金之躯，万万不可冒这个险。你又想怎么样啊？燕师爷足智多谋，武功高强，由燕师爷带兵去缉拿匪首，最合适不过了。得了功劳，也是你大人的。他怎么能代替本官？本官已经签下军令状，岂能儿戏？本官要去。大人，刘大人所言甚是，你还是不要去了。不是说好一起去吗？我自己去了，行事方便一些，带着你反而是个包袱。再说，这保护随州城的重任也不好做，而且只有你能办到。大人，
刚好我们老爷送来的府兵也到了，那就让他们留下来保护知府大人的安全吧。好。叶子，你也留下来保护大人。啊，公子，我……叶子，他留住大人其实是拿大人做人质。你想，如果大人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，我们之前做的一切不就白费了吗？懂吗？嗯。大人保重。杨副将，大人，此次燕师爷带彭大人劳驾出征，要保护燕师爷的人身安全，出现差错拿你十问。是大人。彭大人，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刘大人，我实在没有心情。哎，彭大人不用多虑，燕师爷一定会凯旋而归，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等吧。啊，彭大人，燕师爷万一回不来，对大人来说并非是坏事啊。刘大人，你这话何意？书童，我们走。刘大人，你大人，大人不好了，燕师爷他……行了行了，别闹了。彭大人，我跟你说句实话吧，你的燕师爷他已经……不是啊，大人，燕师爷他把匪首季明义抓回来了，他说请二位大人连夜升堂审案。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你慌什么？我要亲审季明义。彭大人，这案子还用审吗？随风寨匪首季明义连杀三任知府，就连大人也差点中了他的埋伏，请大人即刻下令，立刻将季明义就地正法。刘大人，是我主审还是你主审？堂下何人？末将季明义，曾在随州指挥使属下快弩营任军职。季明义，本官要你将如何叛逃出营，如何残杀三位知府，如实说出，一丝都不许遗漏。大人可知随州有何特产？季明义，是大人审你还是你审大人？哎，季明义，有话直说。随州盛产铜矿，乃供皇家铸币的直贡地之一，指挥使刘峰在5年前开始就暗自开小矿场贩卖给缅国人。季明义，按大明律例，官员私贩矿产等同叛国，你可不能随便乱说。末将所言天地可见，他不但私自开设小矿，还利诱我加入。我虽祖上混有缅人血统，但我身在大明，又吃的是皇家俸禄，自然不肯。我与他两不相让，他怕我告发他，就故意与我言和，大摆酒宴，将我们快弩营全都灌醉。这酒量这么差呀！不行。然后让他的副将带人趁夜火烧快弩营，想烧死我们一干兄弟。李将军，兄弟们，李将军，快跑啊！逃出火帐，被迫造反叛逃。逃出来后，我带着兄弟占据随风山为地盘，这随风山是从随州到缅国运货的必经之路。我们兄弟只和刘峰作对，只要是他的货，一律劫。一派胡言！明明是你犯了军规，
被我逐营。季明义，如果按你所说，刘大人果真犯了这样的重罪，那为什么不举报他？我一介叛将，无凭无据，说话何人会信？不错，我曾向乔知府，就是第一任被杀的知府，提过此事，未料却为乔知府惹下杀身大祸。季明义，你说乔知府被杀是刘大人主使，可有证据？我有，大人，您的现任同知陈元嗣，就是乔知府带来的师爷，他就是最好的人证。知府大人，陈元嗣，季明义所言可是事实？回大人，句句属实。来，大人，好，这是我专门为你请来的。啊。行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用最后的力气告诉我，那天去雀城，这是刘峰的安排。至于刘峰知道了大人与季明义会面，故杀人灭口。可怜我家老爷，生性善良，为官清廉，没想到竟走如此毒手。我留在随州城，并非贪生怕死，只想有一天替我家老爷报仇雪恨。望大人替我家老爷伸冤呐！你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几句话就能蒙骗大人吗？季明义，那么第二位知府严知府也是你所杀？大人明鉴，烧死严知府的那把火也是刘峰指使人放的。那场火无人生还，谁能证明你的话？报有生还者。请大人恕小人擅闯公堂之罪。小民李刀是跟随严大人20年的贴身护卫。你且说说怎么回事。是那日我家公子前去茶楼，正是受刘峰所邀，结果中了奸计。我也曾亲手刺杀过刘峰，可惜没有成功。那次刺杀是你？是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亲眼看着刘峰身首异处。那么第三位知府顾知府？不用问了，来个痛快的。姓顾的也是我杀的，不过他也不是什么清官，他知道我生意火了之后竟要分我的羹，他不配。干嘛？既然大家都摊牌了，我今天也给你们一个惊喜。彭知府，你是廉洁清朗，可你看人不准呐。你的师爷她是个女的，大捕头对不对？进去。你们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儿，这个女子就是东厂9000岁孙直公公的要犯。得罪了孙公公，你们的罪比我都大。大胆刘峰，本官乃皇上钦点御赐，你竟敢拿一个阉官来压皇上。皇上治我此行艰难，御赐金牌与我先斩后奏的权利，证据确凿，立即拿人。御神杀神，御佛杀佛。
皇上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万万万岁！你真以为皇上是让我送死来的吗？皇上圣明，皇上是让此次赴任向死而生，绝境逢生。季将军，本官命你官复原职，将此佞臣拿下。遵命。你什么身份？敢拿我？叶师爷，不，大捕头，本官借你御赐金牌，不必留情。皇上赐我金牌时，可曾想过会被这么用？皇上要的是你为随州拨云见日。司马女侠来随州，就是为了这二位。千里立种，定是挚友。他们一位是我父亲的故友，另一位与我有姐弟之谊。只是姐弟之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。司马女侠一身豪气，又文武双全，真是令很多男儿汗颜。大人自有大人的过人之处，不必妄自菲薄，皇上是不会选错人的。就此别过。真的不再多留几日，我还有很多话想对你说。放在心里吧，我都明白。